第二年夏天，在前期调研中，我们结识的常家泉船人刘一鸣打来电话，他的船沉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他已经决定辞去高校武术教师的职务。为了赶上刘一鸣的最后一堂课，摄制组立即动身。主要砸啊！啊，这个东西先砸的胳膊打太阳穴，然后打下。啊，这个动作要留，这是这里头的精华部分。继续。来，坐。啊，准备。坐。刘一鸣告诉我，今天的教学内容与往常大不相同，不讲套路，只讲技击。他希望在离开学校之前告诉他的学生们，武术是用的而不是看的。我啪，那就很简单，就是他倒地啊，非常失效。因为心里对有文化人很敬重，只有文武具备的才能成君子，不能成一个武夫。大学讲究是文明教学，安全第一，孩子不要受伤。那我教机器，那肯定要打，打了就有伤的出现。但现在我们需要有散打，不需要这方面，来就是教套路。与我心中真正的传统武术它相差甚远，所以很无奈，浪费我的生命，浪费我的精力，我就一样跟领导提出，我说我老了，我说我想走了。我就该回去了。再见刘一鸣，已是寒冬，他与我们在黄河岸边的大地上见面，可是电话里刘一鸣的言语有些含糊，似乎刻意回避着什么。我觉得这么一个地方，导航结束。可以停，行，这就可以了。哎，刘师傅，喝。你好，你好。啊，怎么约今儿约这个地方啊？见面后，老爷子说约我到这里，其实是要告诉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让我心头一颤。哎呀，有时候就要来这个地方散散心。这个地方呢，你看，没有人烟，很空旷。你看我孩子都长得多漂亮。从小啊，出生到两岁，给他开始就引发他练武的兴趣。当时他练得怎么样？孩子三岁时候打个拳挺可爱，嗯，然后看到这小娃子这么点大会打拳，很稀罕，嗯，一直到12时候拳法已经相当漂亮。因为这是家传，从小把孩子培养出来，继承这个副业。本以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但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将一切打得粉碎。六点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交警突然打电话，很奇怪，突然说出事了，结果一到了市上，不是站叫我去医院，一说孩子已经到了，这已经去世了。都疼，孩子一身鲜血，想起来难受。十几年培养就这样没有了，孩子没有了，我心中的武术也没有了。
血脉传承断了。刘一鸣本以为能在学校传承技艺，然而事与愿违。无奈之下，他回到了长试武技的发源地河南信阳，用毕生积蓄开了这家小小的武馆。他希望用余生在这里培养几个接班人。我来这不是赚钱的，传承能不能在这我有生这一年之中还能从小孩娃娃抓起培养几个孩子，还是大问号。但我在努力，我在等待。在中国传统武术圈里，家族血脉的传承方式让武术的传播显得极为脆弱。刘一鸣的遭遇并不是个例。